球，孙悦队的球。传球到大力。哎，换上了10号郑毅、11号傅永少、14号高锦旗、28号何傲天和30号林鑫。大副好球！你要回应四五号位挡拆就换人了。明白，好。哎，让我有，回。大家背传这球。哎哎，麻了，给低了，我。幸好这一下被打出界，不然这就是一个失误。15秒时间够，没问题。走，表现非常稳定，这下左手突破进来，又是左手再找板，短了一点，给到中间，看看何傲天往前推进，在底角位获得机会，这次太大了，林鑫刚刚上来之后手感要找一找，而这边孙悦队快速一传到前场，朱一桑在左侧守护接球之后观察自己来打，没有办法。 再找到中阵，背转身后仰两分钟。一个会投篮的球员在任何的位置都能够命中投篮。这下17比11，何傲天在左侧在给到傅永畅，现在傅永畅寻找在底线上来接球的队友，给中锋。林鑫，裁判示意有防守犯规。你那球他要。 他要防接球，你马上接球，完了你连手里手，懂不？明白。换人，换人，换人，换人。换上14号迪昂和范宇轩。注意，两边的团队累计犯规都已犯满。正义在左侧的一对一，右侧的一对一，背转身进来之后，连续两次转身，能不能打中？篮下傅永畅，裁判有吹到一个防守犯规。老师，罚中换人，老师。 第一罚命中，掌声鼓励。第二次看看篮板，篮下，我先看，保护好防守篮板球。Go push the ball, go go go！ 迪昂迅速的上球，看看范宇轩的处理，再回到庄家的手上，往远端掉。迪昂篮下背转身上步，视野开阔，找到范宇轩，这球哎，但是掉到了迪昂在篮下。 自己的手上，再获得一次进攻的机会，看看杨明队的防守。换人了，你俩。张志扬，右手突进来之后，一个不看人融入，好。好，好，好。外线没有命中，刚才但是进攻篮板又拿到，再抢，看看还是在孙悦队这边，外线再投没有了，投出界。 哎，朱一桑，动作做的紧张点啊，那慢慢悠悠，等人盖你了。No foul，No foul，No foul。来接。Stay with him，Stay with him。对，十。给郑毅，底线上来看看低位，高锦旗。再掩护，再掩护。像傻子似的。在手里手，底线再突进来，哦吼！这一下，何傲天已经看不到篮筐了，左手突，右手上。 漂亮！高天为球队再提供一个宝贵的追赶的两分，17比14，两队到一个运动战进球的差距。庄战，看看这一下，高锦旗跟傅永畅在左侧，这下球被打掉，7秒，7秒，7秒，哎，来不及就换人，不要两个追一个。 掩护，在比赛第一节结束前，姚明队是否能追平？来不及就换人。张志扬在中间罚球线的位置，这下身体失去平衡，没有投中。罚了！你看他们对方12个篮板，我们才2个篮板。这下是一个篮板之后的防守犯规，所以呢得有一个两次罚球。22号路易桑，没事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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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各位掌声给到路易桑，鼓励一下。 篮板收下来之后，这是一个好机会，看看能不能继续破进比分。何傲天在前场带住没有机会，庄战。篮板收，掩护着。哎，狼人！打人了！你又别拿手去抱啊！吹到了孙悦队10号张志扬的一个无球的犯规。张志扬今天有点刺啊，对，有点迷迷瞪瞪啊。 杨明队10号郑毅送上罚球线，稳稳罚中，掌声给到郑毅。
第二罚没有命中，篮板这下又有犯规。哎，重心，范宇轩，重心下来，用身体，不是用手啊，用身体啊。那这次因为被犯队员是傅永畅，所以傅永畅来执行两罚。很可惜，第一罚没中，掌声鼓励一下傅永畅。篮板。好的，这球命中之后，比分差距进一步缩小。大家要看看孙悦队在接下来一分钟第一节的进攻表现，连续的背后运球，迪昂有很强的突进能力。等一下，在罚球线的位置，很好，链限制住之后，看看，哎，张志阳，看看底线没有机会，让范宇轩来出手，漂亮。范宇轩刚才的犯规，这次自己给出回应。马上啊，别犯规！在第一节，孙悦队外线的表现更加出色。傅永畅，看看这次要不要做出刚才那球的回应？我还没说完就被断了球。我在找人乱套，你知道吗？咱们人对不上。马上往前。20-16，转换又是范宇轩。再找到外线张志阳，短了篮板，哇，卢易斯这样在篮下真的很有优势。看看庄战给到迪亚，篮板球又丢一个，孙悦队的篮板，杨明队的篮板球真的是有点着急。范宇轩还有7-6-5-4-3，三秒出手没有命中。现在杨明队拿到第一节最后一机会，动起来，欧洛你来挡拆，最后一股杨明队，走这个 ，no foul， 最后10秒怎么打？十秒，走开，走开，高位的掩护之后，何小天投了，看看身侧找到队友拦下，哎，这球投的没碰框，时间到，哇！张志阳一记超远的 Steph Curry 式的半场进球，但裁判的手势示意是无效。超时，没算吧？无效，比分停留在20-16，孙悦队领先4分，将进入第二节休息一下。机会出来很多，但是就是咱们没有投进而已，没有关系，自信一点。我说了，自信，出机会大胆投，投肉大胆投，投完我们再抢嘛，因为我们抢了比较厉害。不是，现在就是防守上强度，啊，回到那个下面挡拆人一定要说话，别紧，没事儿啊，打成这样，咱们这种命中率还赢4分了，有点血腥。你们自己看看，你们抢几个篮板球？我们这一节抢了3个篮板球，你看对手多少个？给他们多少机会？那后场多少个篮板球？你们就搁这看呢？对，挡人，你打的都是什么球啊？打得太急了，打得没有方向，被对方抢这么多篮板，就代表说你们的防守真的不够积极。我觉得对方感觉就是比我们饿，他们就是想要挖你的球，抢你的球，就是感觉对方可能比我们更有活力，拼抢更凶狠，然后更积极。他一打一没有什么可怕，不要过度协防。哎呦，他大防小了，我这小防大了，不要过度协防，把篮板保护好，尤其错位的时候，好吧？小人，来，加油！篮板啊！一起说篮板，1、2、3，篮板！带着20-16的比分。